嗨，书香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棒球殿堂时间。没错，今天又要来炸怪物卡了。那基本上这些卡片只是我觉得啦，可能不太好卖，而且说它币商可能也有点麻烦，太贵啦，就觉得就算了，就拿来炸吧。那不管啦，反正炸到什么我是没差啦，这边我可能就是随便的，你炸到传奇就传奇吧，反正我就拿来卖。啊，如果一个不小心炸到一堆大品的话，那我就把它练起来。如果不小心的话啦，好，那主要就是只是单纯把22年的就是拆掉，对，只是这样子而已啦。那为什么你可能会问我说为什么要把它拆掉？其实没有什么重点，就只是单纯想回去玩统一，就这样。那应该就是这五张啊，就是这五张。如果中怪物可以出个八张嘛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了。以上次那个状况，我觉得啊，可能你真的有中怪物，我就出个一张两张就已经很扯了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我做个确认，就是一些嘿恶意的阵容。好， 4.3 亿的点数下去吧。哇，不错欸，这次不错哇，但是那个廖鱼城有点可惜哇，那个廖鱼城好贵，那张廖鱼城好贵，但是他好像只差一点点。可以耶，这次可以耶，这次可以。我看他这样领一领有多少啊？有点可惜，天哥的2000万浪费掉了，你就这样。然后郭彦文也有点浪费掉了。然后布雷克领了不少出来，哈哈，布雷克800万再浪费掉。那林奇伟我觉得不错，运气不错啊，还是有2400万卡住了啊，所以这2400万如果转到廖鱼城身上，可能就好。还不错欸，这次还不错。怪物卡换到几张？4张欸，而且是怪物白卡欸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可以啦可以，值得值得。我看一下现在价格大概多少。怎么那么便宜，可能这张是先发吧，有点小便宜。好，那可惜没有中嘟嘟。那应该这几张我应该用不到啦，布雷克我有签了。然后天哥的话可能吧，可能先扣着。这几张可能先扣着吧，看之后有没有人需要。在他绝版之后再丢出去。对。好，可以，我觉得这次可以。比起上次小账好太多太多了。虽然是中了这张啊，有了有就好了，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真的觉得有就好了。如果这张的刚才的那个点数 2.2 亿吧，全部转到这一张上去，就是4张6亿层就有点恐怖了，2000亿左右。好，那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结束了，真的还是有差，白卡还是有差，兄弟的卡片贵成这样子，主要可能是因为它还有下钩吧。好，那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选到公众知道。那终于啦，有中怪物卡了。这几张我应该会稍微扣着一下，反正有投手嘛，有投手白卡，然后还有打者，那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人有兴趣想看怪物卡之类的东西。基本上之前应该该测试的都测试过吧，我应该会先扣着一下吧。那就是之后再说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